现代炮兵营具备侦察、指挥、控制、通信等能力，能够在短时间迅速集结，通过大规模火力射击压制敌方攻势，摧毁敌防御力量，是合成旅的火力担当。沿海某地，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炮兵营就驻扎在此地。该炮兵营以作风顽强、敢打硬仗著称。2020年9月25日，炮兵营整装待发，他们将要去2000公里外的塞北某军用靶场进行3个新弹种、2个新炮种的野外实弹射击演习。好，你们连长有没有给你交代挂这个底下的梯子钩？这里啊，会比较好操作，啊，效率又高。你要往那边去的嘛，是吧？孙震，炮兵营营长，也是这趟转运列车的总指挥。当兵19年，在部队人称“带刀书生”。不要看他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他这个体能、平时一些训练都比别人突出。金秋十月，南方沿海地区的天气依旧炎热。上午10点，气温就已经高达37摄氏度。在这样的环境下，装载一名固定装甲车的战士中暑了。我点滴啊，肯定是。等我帮你擦。压两口水，压一压，缓缓神啊。休息好了，过一会儿再去跟他们一起战斗。司令员，收到回答。长途行车容不得一丝马虎，在确认战士身体没问题之后，孙震顶着烈日和高温，又对车辆的固定进行了一遍检查。同志们，我们即将踏上火车，观众，我们。期待中的大西北，我们今天所有的任务建立在圆满完成的基础上，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有有！我说对了。一切准备就绪，孙震下达了登车出发指令。把后面跟上。大家都满怀期待，但是呢，他们也没有考虑到这个此次我们是主行任务吧困难的条件。首先就从我们温差上面，哦，我们在这边是37度，到那边之后只有10度以下的温度，是不是中间又有一个30度的这个温差？这些20岁出头的大男孩，大多都没去过西北。怀揣着对这次演习的向往，炮兵营向着目的地前进。也比较应景啊，边塞征战师，征战沙场，保家卫国，大漠沙如雪，就给我女儿讲述了我们部队的生活。然后她没见过这种场景，她就凭着自己的印象啊，画了一个是直升机。坦克，这是在大漠里面，这边，特别是看这里，还有火光，发射了一个炮弹。孙震的大女儿今年8岁，这一次出征，她特意为爸爸画了一幅画。
一年半没回家，可能小孩快满两岁了，两岁了那时候会讲话了，有时候偶尔只在电话里边跟他讲讲啊，他知道啊有我这个人，在家里休假休了将近一个月，临走的时候我女儿给我讲一句话，说爸爸你在我们家吃饭过得好不好，哎呀当时我往儿一笑啊，我现在想想当时还挺心酸的，就是觉得对家里的亏欠很多。西南侧这地方就是我们的大女儿出生的时候，孙振刚担任流炮一连的连长，彼时连队正处在自动化更新初始阶段，为了工作，孙振只好将女儿丢给妻子，返回了部队。他一个人啊，带个刚出生的小孩，而且是第一个小孩，没什么经验，不会带小孩，一直到现在啊，讲起来都是耿耿于怀，都感觉他生第一个小孩都月子没做好，我对他们不够关心。舍家为国是所有军人的职责，而与家人的聚少离多就成了常态。经过三天四夜的长途跋涉，炮兵营终于顺利抵达西北某军用训练场。大炮公演时，长河落日圆这种场景，还是在自己的心目脑海中经常的浮现。你来了这边之后，到处都是风，是吧？而且干部队看不到人家，一望无际，都是黄土。演训场就是战场，孙振他们来不及休息，立即进入了备战状态。指挥口令，我们统一在营总所下达指令。到达西北训练场后，孙振一直带领着战士们在熟悉红箭十反坦克导弹的各种操作和发射口令。为了节约训练时间，我们战士还有我们各连队的主官也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中午不回去，送饭过来，减少在路途机动当中浪费的这个时间。到达训练场第二天，孙振就带领战士进行车组协同训练。我们现在不要在同一个网里，你在同一个网里不便于指挥，迅速调频。我们营长这个人看起来是柔柔弱弱的，但是其实不是的，带部队演，他总是逐人过、逐人考、逐人练。例如这次我们打实弹，我们车长跟射手之间的协同，有一个地方错了，好，停，从零开始，再重新来，再错了，再从零开始，再重新来。防自己的目标的这个安全是啊，防止出现那种误判是吧？是。与平时的温和亲切不同，一到了训练场，孙振就完全颠覆了书生的形象。我们连队的宣传报道，还有各类的新闻啊，活动、文化活动，组织各类比赛，这些都会交给我来去组织。2002年，孙振考入炮兵防空兵学院。军校毕业后，刚走进军营的孙振就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政工干部。我自我感觉啊，我可能以后会当个指导员啊，走政工路线，可能也比较符合我这个戴副眼镜的啊这样一个基本情况。2011年4月份。孙振所在的连队连长和指导员同时工作调整，两个岗位都出现了空缺，一直被大家当成政工干部的孙振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他选择了连长岗位。183/4/183/4/1/3 瞄准手每天要练习操瞄动作100次，装填炮弹200次，车长少于100道题。这样严苛的训练，为的是在实弹射击时做到万无一失。天天只要我不走，你们都不能走，我走了之后你们才能走，我给大家提了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实际过程中啊，我每次我都是最后一个走，我要看着他们走完我才走。因此
孙震带刀书生的称号也不胫而走。导弹连的这个红箭十是今年一月份列装的，说起来这个车的来历啊，它确实不一般。去年的今天，全连的八台装备雄赳赳气昂昂的通过了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检阅。这一次红箭十反坦克导弹的首发重任又落在了孙震的肩上。对此，孙震和全营官兵既高兴又紧张。参加过阅兵的装备到了我们手里边，如何把它打好，实现它的真正价值，这是我们全营官兵在一直探索的一个问题。弹起发射状态。李增军入伍12年，是这次演习中红箭十反坦克导弹的主射手。在训练过程中，他一直神经紧绷，压力非常大。上一注意，只有火力实施，进入导引界面。红箭十反坦克导弹实现了超视距打击，也就是所谓的隔山打牛，可以在看不到目标的情况下进行射击。但这对于操作手来说难度却提高了不少，因为这个装备信息化程度比较高。第二个，作战的理念、作战运用的模式，包括我们的作战的模型，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整个就要重塑，全部要重塑。人员的岗位，啊，人人都是小学生。白天，全营练习共同课目，晚上，孙震额外要求几位射手进行模拟器训练。这也是实弹射击前的最后一次训练。由于我们是第一次实弹射击啊，新装备列装之后啊，我们的战士训练啊非常的刻苦，特别是我们几名射手操练这个模拟训练器，每天利用中午和晚上别人都在休息的时间，他们来加班加点的训练，每个人啊平均每天要光模拟训练器都要达到2个小时。从沿海到戈壁，两地40多摄氏度的温差，让这些南方来的小伙子有点不适应。现在我们这个训练成绩明显不如在家里。我分析这个原因，第一个就可能是我们在南方待的时间太长了，留在这个地方北方，一来时间气温太低，温差变化太大，有点不适应。于是这个我们在打这个模拟训练器的时候，手啊冷啊，脚啊冷啊，一些时间可能调整不过来。红箭十导弹在发射后可以通过导弹前端的探头来跟踪目标，这时需要射手控制按钮来调整方向，保持导弹的飞行姿态，因此确保手指灵活就十分重要。当时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抓紧要自己做取暖设施，我都把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进行保暖。看着战士们双手被冻得通红，孙震默默地为战士们做了一件事。营长递给我们每人一个水壶，水壶里的水是热的，是吧？让我们暖手，感觉是那个时间非常的感动，特别的感动，心里特别的暖。今天是实弹发射演习的日子，一大早战士们就开始了对武器弹药的检测工作。如果检测顺利，之后就可以进行正常的发射。导弹的检测有着严格的程序，电力系统、可视系统、跟踪系统、红外系统等大大小小的检测环节都不能出现丝毫差错。严寒让这群来自海边的战士吃尽了苦头，尽管戴着手套，可手指还是冻僵了。掉弹的时候，我们关节手啊，它这一块是手动操作的，所以说天气冷，对于我们这个掉弹的稳定性啊，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快点下，快点。原本只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安装完成的导弹，此刻却出现了意外。第二发导弹挂弹的时候呢，匆匆的就把车停的距离稍微远了1米，也导致了这个导弹在挂弹的过程中就差那么10公分卡在那里下不去。把车
太远了。确认问题之后，孙震组织吊装手把导弹又吊了起来，重新调整装弹车的距离。导弹终于安装到位，虽然比原计划多用了30分钟，但有了这一次的经验，后面的几发导弹安装还算顺利。红箭注意，长江指示，对目标实施歼灭射击，对201号目标行2发射击，执行。导弹上链，这是一收到，导弹上链。就在这关键时刻，发射车却出现了突发状况。等一下哈，这个车有问题，导弹上链。红箭四都是观瞄仪出现故障，请求延迟发射。周氏观瞄仪是导弹的眼睛，对于能否命中目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带弹作业呢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打不出去，这个弹如何处理，特别是导弹的保险都已经开了，供电系统也已经工作了，如果一直排除不了故障，那么势必会对我们的车组人员的安全构成威胁。等一下哈，我得上去一趟。这首先想的是要上车先检查一遍，最怕的是这个线路坏了，所以我当时第一想法就想着冲出去，确实比较紧张。就在李增军准备下车查看的时候，孙震也在密切关注着一切。孙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判断，可能是供电系统出现了故障，他命令车组对供电系统进行二次检测。他问能不能自行排除故障，正在排除。可以啊，可以啊，故障已排除，故障已排除。上手注意，导弹上链，赶紧发射按钮。导弹直接命中目标，孙震所在的炮兵营顺利完成了红箭10反坦克导弹的首发射击。好，红箭注意，第一发命中。好，命中，谢谢，祝贺你，感谢感谢，祝贺你，不错，很好很好，继续射击。司令员注意，进行火力实施，弹起发射状态。随后发射的3枚导弹已全部命中目标。4发导弹全部命中目标后呢，就觉得这几个月全营官兵一起吃过的苦，受过的累，乃至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们的官兵经受住了考验，我为他们骄傲。今晚，我们虽不能与远在家乡的亲人团聚，但我们的营队也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今晚，皓月当空，篝火为伴，我们一起在这第三故乡过一个特殊的节日。在戈壁滩上，战士们体会到了胜利的喜悦。这时教导员给大家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你在外面安心工作，保卫我们的大家，我来守护我们的小家，好不好？狗狗狗狗很听话，我想你了，你在
下你在部队好好干，不用担心家里。你那边天气冷，记得加衣服。我们等你休假回来。一个小孩已经8岁了，上3年级了，就过过一次生日。第二个小孩3岁了，一次生日没过过。是不是觉得对家里的亏欠挺多？西北市101401号目标，88级辐射，放。第二天，孙震又带领全营完成了榴弹炮的火力协同射击和火箭炮的首次射击。新丰镇机动机202号目标，68级辐射，放。野战部队就是要具备这种全域作战能力。我在南方能打，我到北方也能打，到西北去可以打，我到海上也能打。我们就要锤炼这样的全域作战能力。